就是中午没人买东西了，就是在这里玩一下。因为晚上我们说看回去晚了，有没有空去玩了，就在这里锻炼身体。两三年，每年坚持，每天都坚持，每天去坚持，每天刮风和下雨都不关我们的事，因为我们都在下里面呢。有时候我们去外面玩，也在外面跳，就拍下来。拍下来留念一下，以后老了给你子孙看一下。我们这磕个碟啊出来啊，要开心一点了，还要会跳，要笑，不会跳。